我是刚刚列车长的2013年4月5号，松花松花蛋16:21，所拍摄是877次哦，是由花莲发车，经由北回乡上七堵，然后七堵又发车，经由西外线开往富冈基地的试运转列车。没有，今天连假还有试运转列车一段，很少了，人家基本上不太会有试运转。我们来微笑，拜拜。哎，绿色微笑是他们的九百星。哎，8298298239微笑哈。对啊，然后877啊。所以那个用800星微笑圈呢？877288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妈咱们多多点我们的一句话面，大家记得点，拜拜。那877次是由花莲发车江北用啊，七堵，然后七堵之后又将西关线开往富冈基地。800星8293零微笑号列车，新的列车在我们双站已经通过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我跟各自再见，拜拜。